明七点三五，咱厝咱人准时甲您相约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珊珊。每一百零八四的说法来邀请您到店来听发这案件，为您揭示法疑哩。那伫今仔节目当中啊，咱要带大家去看案件是潜伏伫电视剧内面的嫌疑人。夜寒的冬天暗暝，警察受伤，枪被抢。十三年前的犯罪嫌疑人走了，警方全力追捕。十三年后，嫌疑人竟然在电视剧中现身。哎，李队长，饶命啊，李队长！敬请关注潜伏在电视剧内嫌疑人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请大家听我来说法。伫咧顶几年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非常受我咱观众朋友欢迎，这个电视剧连续剧啊号做《潜伏》，讲的是咱的中共地下党员啊，伫咧这个蝶恋内部伫咧艰难的潜伏，还除了情报这项代志，你到了2012年年底，这部几年前的电视剧，搁再一卖当咱大家人伫咧议论，原因是这个电视连续剧内面的这个演员啊。竟然是咱警方伫咧追捕的这个逃犯，伊啊已经伫咱的身边潜伏了13年了。伫咧这部电视连续剧《潜伏》的第21集当中啊，有一个叫做姓向的这个角色也出场了。伊作为这个窃取情报的嫌疑犯被抓捕。我一没靠山，二没背景，混到今天不容易。第22集的当中啊，这个姓向啊被秘密的去枪杀了。3年前，这个电视剧在热播时阵啊，大家人对这个姓向这个角色啊，无留下什么印象。而3年以后，大家却发现啊，姓向竟然是13年前乌龙江省齐齐哈尼市涉警抢劫案当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。谢工，所说从电视上看啥，干脆认不出来。潜伏看过，干脆就没往这上想。伊叫杨林，是乌龙江省齐齐哈尼公安局铁峰分局巡警大队交流员，也是13年前迄起案件受害者。案件发生伫咧1998年12月6号，迄日啊，非常非常的寒，而且呢。够洗暗，那边有个大门洞吗？啊，我从那个大门洞出来，啊，从那边出来，这不过这个道吗？嗯，过这道呢，这个犯罪分子就这么打车过来的，完了就尾随过来的。那你们是从这儿往那边走？从这儿往这里边走。当年呢，阿个是刑警的这杨林嘛，是穿便装，甲一模做一出门了，两个人啊，行到这条小路顶，那么这条街路呢，佮暗蒙蒙，杨林嘛。感觉身后角有几个人在等，这个头部脑袋给抓住了，抓住了就往后一仰，啊，我就眼余光我就看着把刀过来了，我这刚看着刀之后，脑袋这么往后仰，紧接着又给摁下去了，他边拿那个刀捅我，啊，就往上捅，捅了3刀，有两名歹徒在那背后将杨林给抓嘞，搁而且呢，动刀了，杨林的胸口啊连续。去插去3刀，紧急之下，杨林一面大喊家己是警察，一面伸手要将家己身边的枪拔出来。后边这个听到前面那个喊说整死他，嗯，这一下这一刀就扎着我的后背这个脊椎神经了。当时这个枪啊什么就掉在地上了，嗯，然后你也整个人就瘫了，不好使了，就倒在地上了。他们完了就是前拿着枪完了就跑了。杨林甲这两名歹徒扑掉的时阵，另外一名歹徒啊，伫咧几米以外，用刀夹起杨林的帽，而且呢，抢去伊的化妆包。好像是踹他2脚吧？没动刀。我知道，但是有个小包好像被抢走了，里边有那个。我就告诉他，赶快去找电话报警，啊，报110，给我科里打电话，告诉我枪被抢走了，因为这枪被抢走的性质太严重了。一时间啊，警察伫街头等人查重伤，枪呢
搿当人亲口这消息啦就断开了，社会顶这反响啊是非常的大。大家人呢，甚至唔敢伫暗暝出门啊，公安机关啊就下定决心要赶紧的侦破这个案件。这案子特殊性就是在于袭警抢枪抢劫，所以说那时候干警呢这个压力也比较大，群众反响也比较大。这群众反响呢就是意思，你看警察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，把枪都被人抢走了。顶住了压力，公安机关啊，伫咧全市展开了大排查，全面搜索这个犯罪嫌疑人。13日以后，警方抓到了两个抢劫伤害幼年的犯罪嫌疑人李明甲刘先鹏，啊将。被抢劫的枪啊，给追回了。1999年，这是哈尼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明跟刘先鹏死刑，并且执行了。但是呢，参与抢劫的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，吉谢光啊，也就是那个用刀逼杨林的某一个歹徒啊，从那时起一直伫咧在逃啊。吉时光参与就是在1998年12月4号、12月5号、12月6号，先后参与三起抢劫。第三起12月6号这起是牵扯这个抢劫杨林那个枪支警察案件。13年前呀，吉时光遭了何时罪？还是26号。不过呢，这个吉时光啊，跟这个案件另外两个犯罪嫌疑人是无杀伤的，伊是什么大学生？那么作为一名大学生，这吉谢光啊，为什么会参与这个抢劫当中来呢？记者向吉谢光的厝边啊探听才知影，吉谢光的爸母啊，伫咧几年前也就离婚，因厝内啊已经无人点。那么经过多方的询问，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个吉谢光的老母。在铁峰刑警队的时候，我就问他们，因为我知道我这孩子本来是个善良的孩子，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儿。我没寻思到，我就以为他肯定是跟哪个些孩子掺和一起打仗了。我说咋回事啊？我说到底咋的了？他说的出大事了，就这么说了一句。他说明天就见报了。出事的第二天，这个盖鲁斯啊，就在报纸顶。看到了人家参与抢劫的这报道，他痛心又个后悔。痛心的是，家己家竟然走上了犯罪的道路；后悔啊，是家己无管好家己家。他有今天，真的，客观上讲与他父亲有直接关系。我都后悔，当初我要不工作。我把他留到我的身跟前儿，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事儿了。那么该如此说，该伊甲丈夫啊，多年来也是感情不和，经常在咧冤家，而且呢，丈夫一直在咧爱饮酒，那饮醉就拍干啦。吉谢光个大学毕业后啊，开始参加工作，业余时间伊就爱唱歌咯，啊，经常在。这个城内啊，市内的退将，但是呢，因老爸非常反对伊唱歌。案发的前一礼拜，吉谢光啊，又搁等这个被啉烧酒醉的老爸啊，赶出了家门。他爸撵他都没有别的地方去啊，就在这个浴池上，好像是5块钱，还能住，还能洗澡。我估计可能就跟他们这帮人混到一起了。就安尼呀，吉谢光不了几个朋友，啊，就是后来抢劫团伙的成员，并且连续3日都因做一个抢劫，啊，最后一卖啊就是这个杨林甲因某迄卖抢劫了。13年来啊，吉谢光音信全无，独拿亲像人间蒸发迄款。但是呢，警方。却始终无帮上对吉谢光的追捕。每年呢，我们搞这个会战了什么的，每次会战了，包括日常工作了，我们同志也都在查他的线索，只不过说这个没查着，只不过这个前些时间这个支队上来线索了，他们说要去抓去了，我就盼这能不能抓住，别再让他漏网了。13年了，
杨林无时无刻都在忍受这个病痛的这折磨，经常啊一日只能困一两点钟，还佫留下这严重的后遗症。我左侧这个单车身子是运动障碍，不好使；右侧呢叫感觉障碍，整个是麻木的，扎针了什么的疼痛都不敏感。等于案件，等这个杨林啊留下巨大这个伤痛，但是呢，伊坚强的挺过来。现时啊，杨林的生活渐渐走向平静。你就伫咧2012年年底，啊，突然间有了这个结石功的消息。有人向公安机关举报说，伫咧这个电视顶面啊，有一个演员也亲像当年遭了这个结石功，并且呢，伫未少这个热播电视剧当中啊，都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这个身影。电视剧当中的这几个角色，的确是上一个人出演的，但是呢，伊的这个相貌啊，甲结石功当年的照片啊，并无啥杀伤。伊是毋是在逃这嫌疑人结石功啊？那个剧照带出来以后，就开始就全国访，先去的北京，因为北京群演的非常多，几万人，咱们最后没有发现，经过长时间走访没有发现。后来又到了无锡影视基地，也经过长时间的走访，也没有发现这个人。最后在横店走访过程中，有人说这个人在这演戏，在这居住。刑警们找到了浙江金华市横店的影视城，从鬼村的群众演员的资料当中啊，找到了电视剧当中这个演员。不过呢，资料显示，伊叫做张国宏，是山东人。那么，这个张国宏到底是不是在逃的犯罪嫌疑人结石功呢？咱下期节目啊，继续来关注。好，感谢收看这期的司法。本节目啊，由晋江市司法局联合制作。下期节目，咱再见。夜寒的冬天暗暝，警察受伤，枪被抢。13年前的犯罪嫌疑人走了，警方全力追捕。13年后，嫌疑人竟然在电视剧中现身。哎，李队长，饶命啊，李队长！敬请关注潜伏在电视剧内嫌疑人。晋江电视台蓝处蓝人与晋江市司法局联合制作法制节目《说法》，拜二拜四，敬请关注。我赶快的了，我赶快。哦，我电视机，我搭机个洗衫机啊，洗衫机啊。阿爸，舅啊，你吃着几多啊？不是啊。我靠你啊！讲我，讲我费用啊，我叫啥？欧巴桑。欧巴桑费用也是，洗衫还是干的麻疙瘩，麻疙瘩。哇，啥子讲啊？什么叫麻疙瘩？麻疙瘩？你无学习了？那是菲律宾的话，叫做牙水，牙水。哇，牙水！太香了，牙水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是将军犯错对了哩？明明我麻疙瘩，你说同阿叫嘞？哎呦啊！我当然这个是，当然这个是。啊，好大个啦！一一块五个，好，一一块五捆呢。五捆，五捆。阿爸，你是不是去中着彩票了啊？有你人是安尼啦，头毛长哩，见识地，花脚动物个，你知影五一块是倒落去现呢？我啊，我啊，三只公啊，阿将我死。但是嘛，云南诶发行诶，到尾就倒来发行啊。无当云南发行咧，毋过是天地云行。我食红钱，食一六千十八哦。我捌听到啥物人民银行咯、工商银行、还有建设银行，伊嘛捌听啥物小叫天地银行啊。吼，你家看，你家看，你家看，无当真啊，你个嗨。我靠啊，啊，这都是抓子啊！唔啦，行就是蛇哦，连咱行啊坏哦，都是蛇过的。喂，啊，无胆无胆。哇，看阿猫啊，啊，阿咱老岳阿公阿妈都
三个无你袂作做那烧会了啊！同说你就袂遐咧咯。我和你说，我做滚啊！阮两个人开了一间专门推人扫墓的公司，推人扫墓的公司。啊，到时啊，一个拍电话来叫，迄个拍电话来请，我咧烦恼些怀孕到现在搞烧无。哦，是要开一间推人扫墓的公司哦。啊，无搞一个点头算。哇，是啊，大哥，你这个主意是好啦。如果推人扫墓，咱出淡薄力去甲人扫，啊，咱就袂做多物件去烧啊。唔烧了，唔加浪费。哦，可能钱嘛，你那说一句上话话啊。那这人做什么？这是高消费社会，是经济社会。啊，下底嘛是，嘛是在经济社会。啊，你若无小淡薄等于。哦，人来讲顺势，恁我你也唔来讲，我臭弟弟在这安尼跌落来，咱就服务当对方满意。哦，是服务的服务当对方满意，啊，对方来知哈。哎，知唔知？我那唔嘛是唔知。反正就是还是真好。当然，小等服务是为了这个在哦，我已经出500块嘞呐，500块。小五百块啊，阿爸阿爸，你将迄500块摕去投资公司啊？啊，你也无咧，唔得去当人工造起价，要价你反贵500块。我反500块发贵啊？无，我唔插死你咯，唔插死哦。你要开公司，你家己开啊。你阿公阿妈无，你连来去家己歇。我唔去咯，我唔去咯。啊，不，要得这500块，我是可去。啊，不，不，你都要听我先，不，来来来来来，说。对对对，噶，到时啊，伊是唔知说咱500块要变5000块，到时5000块来夹倒来哦，伊稳当甲笑起的来，甲你说话，甲你掠赢的。停住啦！停住！嗯，停住。啊，我先三只讲啊。嗯。冒昧问你一句。你有哪冒昧来着？咱搭投资赚侪钱哦，一个收入到底有法像你说番做啊无啊？什么到底有法无？是坚决有法，坚决有法咯。安尼我心就放咧肺下内卡啦。啊，咱遐公司啊，要开店嘛，就印一个名片，写个广告词。啊，这个广告语，搁煞着来夹一下，夹一，咱就夹到阿本的人观众听了才合适。人遐朋友要来找人嘛，较安尼。哈哈，叫做专门推人扫墓，保证合适，实惠，搁袂贵。好。听，成立了你董事长，我经理。啊，免了免了，你赶紧去打广告时光啦，我赶紧来去印，我赶紧。未得事，手机啊，24小时开机嘞。你我啊，就你啊，你好，啊，你着开机，那是有业务随着通知我啦，吼。哎呦，啊，观众朋友们呐，咱今天那边老师叫做切自己心，未得啊，就是咱这里一日唔得恁有猜到无？刷落来哦。今仔日也是叫做四减树下牌，当然也是要猜一字哩。观众朋友们啊，恁若是猜到，就拍我的电话，8063303来解围说，啊，赶紧来猜。今仔日咪，咱接来看看咱的幸运观众是从哪里？来自金针的丁玉梅，手机号是5468。感谢你的这个参与，你将向地球龙北京提供的永生第一份万代龙特产大礼包一份。今天节目就到这结束了，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7点钟哦。您可以订阅我们的网站，观看我们的节目。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这里是晋江。